扣子扣好了哈，哎，这螺丝没打完，啊，不是，好，来，背一个，这是多少？大应该都61个了，电是吧？ 现在跌的是60米吗？跌到1米5吧。你要调高吗？1米5就是。直接1米5，直接。这个就1米5吧。对啊。这个不是1米5吧？他妈的，我难道我这差不多1米5？他开出来了。差不多1米5。哎。 再给他看一下电池盖嘛。啊。好的。嗯。这是真。那时候看我搞了。嗯，对了。嗯。来电吧，对了吧？刚才那个，我刚才他设的那个当前高度是60啊。1米5啊。 你这个当前高度设的是60啊？这肯定不是60。那个速度那个。你看嘛，我们这里我刚我们身高嘛，将近1米7嘛，1米7，他这个。不是我本来看他，但是他看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因为我拍的这个当前高度，60。那就是搞再拍个1米5的给他看一下，这时候1米5的，他这个显示有点问题吧？嗯。这边那这是1米5的嘛？显示应该有点问题。这个不是什么问题。啊，这个那这高度是1米5的。对啊。你看。 来，你站在这里，对比一下。是啊，对比一下。把那个灯升到这个高度嘛。嗯。升到这个高度来是吗？肯定是1米5啊。对，你再贴一次，再贴一次，再贴一次。好，贴。 好，OK。